好，各位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源字符。那么刚才有同学遇到一个问题，我们来一块儿探讨一下，一起来看好吧。各位看一下，点点点点，然后 EDC password， 他这个想过滤什么呀？首先我不知道他想过滤什么，他想过滤四个字符，为什么全都出来呢？当当当当，四个，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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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他俩了，没了。你这没有意义啊，你过滤这个，你这一行当中它可以都是匹配啊，是不是？一行当中的我们也看过，如果我们匹配那个 ROOT， 那肯定是一行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嘛，四个四个四个，看到吗？所以你告诉我你这个点点点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你这个点点点是不是可以多次匹配啊？这个每次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潜伏里面谢若琳说那句话，摆在你面前的两根金条，你能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，哪一根是龌龊的？都一样，没有区别。OK， 那你过滤的是哪个 ROT？ 它都有可能。同样，你这个四个点呢，谁知道你过滤哪个？能听懂吗，各位？没看过那片啊？谢若琳说的那个。口有那个大舌头的那种啊，好吧，算了，不跟你们说，说完以后还以为我是大舌头的。那个方括号，这个是一样的，方括号这个是一样，方括号它匹配的是什么？范围中的一个表，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是大 L， 可能是大 I， 可能是小 I。明白吗？都有可能啊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来找一个ROT， 那这个很明显只找的是什么？大 R， 可能是什么呢？大 R 可能是小 R， 能你懂吗？然后方括号里面可以是个范围，就是 A 到 C， 那没有。A 到 Z 呢，是不是也有？方括号里面不管怎么写都只匹配几个？一个，是不是？能明白？是不是只匹配一个？哎呦，还有这个 HOT， 看，还有这个东西，看，是只匹配一个。好，方括号无论怎么写，无论是排着顺序写还是怎么写，还是怎么写的老长老长，都只有几个？一个。就是方括号它只匹配几个符号，几个字符？一个，能听明白吗？一个。好，范围也是一个，只不过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英文字母，小写字母的，也可能是零到九。好，看一下，还有一个放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和零杠九不是。不是零杠九，对，就是取反的意思。好，那我再考你们一下啊，这个，是除了零杠九还是都除了呀？对，都除了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尖号是在这跟前啊，后面它也管，就是这都不是，是什么？哪特殊符号？小写字母，这个地方明确就是大写字母吗？好吧，那不是正则里面的，那是 shell 里面是那样的，正则里面是分的，看到吗？ shell 当中不分， shell 当中你看，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创建的一个文件叫 l 这几个吧，是不是还记得？然后 ll， 然后是我是这么写的 a 到 z，啊不 ，Z， 然后
不不不，先是 L 什么 A 到 Z VE 大写是不是都出来了？这 shell， 这 shell 的原字符好吗？我现在说的是哪儿？我现在说是正则，这里面是严格区分的。我写大写，是不是不是大写？那如果说也不是小写呢？那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里面是区分的，明白吗？在这里面能这样写吗？能这样写是不是也可以？好，那如果我写上就是 A 到 Z， 看大小写是不是都可以？它支持这种 A 到大 Z 的写法，明白吗？就涵盖了小写到大写。这路跑得很远吧？好，明白了吗，各位？但这有同学要注意了，看好了，有同学注意哦。很多人会考你这一点，说尖和尖有什么意义？看起来应该像像那个小笑脸一样，看到吗？嗯，好，这三个尖有什么不同？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后面，什么不同？对，位置不同，一个在主要的前面、中间和位置，就像一个小翅膀、天使翅膀飞起来那种感觉。这个是我不小心创造的，我按了 Ctrl+C 出来的，好吧？这跟它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两个是，它俩和它是相配的，真的。嗯，这里呢，我们说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以 root 开头的吧，那这么讲是什么呢？是以 root 开头的吗？以 R 或者 O 或者是 T 开头的，是不是？其实为什么当中写两个字母呢？我都怀疑了。以 R 或者是就以 R 吧，是不是开头的？以 R 或者 C 开头的，看懂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有这个。那么以这个叫不是 R 和 C 开头的呢，注意是开头的，那如果不加开头的话呢，那应该还真有一个，就是 HOT 对吧，还真有一个。注意在尖括号里面这个叫非取反，在尖括号外面叫什么开头，这俩性质因为他们所占的位置不一样，对，结果也不一样，是不是各位？看懂了吗？好，紧接着呢，我们来看这尖这个方括号里面啊，无论怎么写都只有什么一个，可能是一个范围，可能是写了几个符号，也可能加了一个尖括号取反，就是排除不在这个范围之类的，但只有一个。紧接着就是转义，转义符号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熟悉。好，各位请告诉我，不加点和不加斜线和加斜线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例子，这个模式匹配的是什么意思？这后面叫模式啊。 OK， 加点和不加点， love 点和 love 斜线点什么意思？加了斜线就是 love 点，不加斜线就是 love 啥玩意儿都不是啊，不是啥都有可能是。点是不是指的是任意单个字符啊？明白吗？这个应该看得懂吧？那我就不解释了啊，就斜线是用来转移后面那个符号的，斜线放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将失去作用，对不对？还回到原意。好，这个能懂。然后这个呢，注意哦，这个可不是我多写了个斜线，这个在基本原字符当中，人家就这么写，就是斜线尖括号，明白吗？你看啊，你看吧。刚才搜 root 是不是大家一票人出来了？我们说那不哪行呢？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这个，其实现在对一样，尖号，这个确实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单词，是吧？这都是单词，没有哪个不像单词的，明白？但如果再加一个这个呢，那就更加明显，限制是开头的单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写成了不加斜线行吗？
它就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写错了它就匹配不到这个模式，看到了吗？所以人家就是长了一个斜线。好了，送你们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号，括号，小括号，有中括号，有小括号，还有大括号。小括号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小括号呢，我们只能够来理解一下啊。怎么理解呢？请看大屏幕，我们打开 EDCI 的网卡的配置文件，好吧，你们是哪儿我不管，你们可能是不是 ETH 您，我这儿做了一个 team， 也就是我这边呢，我是四个网卡绑到一起的， OK， 我这个是一台服务器，四个网卡绑一起的。你看往下看，我 IP 你们看到了吗？ IP 当前是不是 10.18.14400.100 啊？我如果想改一下呢，我也改成了40点多少200呢，怎么改啊？那能直接把100改200吗？那倒也可以是吧，但是我们严谨的话应该是百分号 S 查找什么，查找什么，查找10.18点多少40.100，是不是换成10.18点40.200？这个做法应该都没有异议吧，没有异议吧，各位加几三个斜线换成几号是不是可以？好，回车一下看看改了吗？改了，好，撤销一下。好，再问一下，那同学说点儿，老师你写点儿是不是应该转移一下呀？啊，其实为什么我不转移？因为这个文件当中它就没有那种的出现，没有那种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写不写点儿也可以，明白意思吗？好，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，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感觉写的好重复啊，感觉可以这样做，把它扩起来，明白吗？哎，各位扩起来是吧？哎，我前面在查找的时候用过几个括号，一个括号，两个括号，三个括号，用了几个括号？不是几个括号看不出来，我天，一个。不是，你以为我一半算一个括号，我这么考你吗？我用了几组括号，那真不自信啊，天哪，被我折磨成这样了。用了几组括号？没错。下面呢，看好了，把这个删掉，斜线一，这个一确实也是转移，也是转移啊，一本身就是个一嘛，那转完以后呢，它就变成了对前面第一个括号的内容，它就不是一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说转移这种东西能够把一个好人转换成坏人，也能把一个坏人转换成好人，明白？转移嘛，能够让一个超人变成普通人，也能让普通人变成超人。你们应该知道普通人怎么变成超人吧？不是，对，他说的是把裤衩外穿就对了。超人不都那样了吗？那个 OK， 哎哎，看到了吗，各位？这个是一个相当于前面有几个括号，一个，然后呢，我在后面去调这个标签，明白吗？斜线一等价于什么？但现在按回车肯定不好使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加那个转移符，它也要加转移符才行。这个转移符啊，我一般情况，你像这样按的话就乱乱糟糟的感觉。一般我在写这种东西怎么写的，我教你一下啊。我这么写的，看，紧是吧？查找十点什么幺八点多少，40.100，然后转成什么呢？哦，我先写一个括号，我一般是不会先上那个所谓的转移符，因为那样一上我就看着眼睛就花，明白吗？我是先写好了，先转成什么，换成什么，斜不等会儿斜线一
这个还是要写的。然后，哎，要不要加点儿？这不要加，要不要加点儿啊？因为人家已经什么？那你觉得不好看，你就这样行吗？这样成不成？看不懂？因为前面斜线一指的是这一段啊，那我是不是换成斜线一，然后再加点200啊？那你要是前面把那个点已经扩上了呢？像这样扩上了呢？那你就斜线一200，注意这里的斜不是1千2啊，有点像1千2的感觉啊，但是它只能转移一个符号，是不是？转移转移，它是不是只能转移后面跟的那一个符号？好，那加个什么？然后最后，哎，各位确定这个能看懂吗？现在确定能看懂吗？再在这些该死的符号前面加上斜线，然后就看不懂了，看不懂就看不懂，就这样回车了，明白吗？我现在我刚才加了几个括号，来，全班都有。再看一下我这个东西，10.18.40.100，看清楚，一个括号，两个括号，三个括号，后面呢？你想调研的那个是吧？斜线一，斜线二，斜线三，要加点吗？后面不用，200。好，当然这种情况看得懂。我如果再加几个斜线，我也看不懂，我也看得眼睛也花。先问，现在看得懂吗？确定？前面是不是斜线一调的谁？第一个括号内容，明白吗？斜线二呢？第二个标签。第斜线三，第三一个。当然，这个回车肯定不好使，而是那是以后的事了。先加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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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上。哎，神都现在是个神的话，也估计很难从前写到后面来。除非他都非常精通政治表达式，精通到极点那种形式。我想说的是可以，看到吗？这段符号你别跟我说老师这个 Linux 太爱学了，这怎么又这么长？不是，这个 Linux 有什么关系呢？哪一个不用政策呀？看到了吗？你学 Python， 你学阿帕奇，学 MySQL， 学哪个是不是都用政策？跟 Linux 没有关系，所以不要污蔑 Linux， OK？十括号不支持，不支持十个，这儿不支持十个，只能是9个。不，你写那么长干嘛呀？好了，各位，来，请再看大屏幕。这个例子呢，其实我用颜色帮你调配了一下，看得更清楚，好吧？查找这个换成这个，这是传统的做法，传统的啊。然后呢，查找这个换成这个，看得懂吗？能不能看懂？是不是这个整个这一段都是红色标签？斜线一，明白了吗？然后下面这个呢，第一个括号，第二个括号，第三个括号，红色、蓝色、紫色，红色、蓝色、紫色，明白吗？好的，下面这个括号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猜啊，这都讲过的呀。你们猜这个是想干嘛？全部删掉干嘛呀？不对吧？先说点心什么意思？点心是不是整行啊？先来个井，再来个斜线一，把第3到9行注释掉，看到吗？当然这种注释是最笨的方法，但是也是一种方法。我以后我们注释肯定不是使这种方式，但这种方式绝对你看得懂。你们不明白吗？点心什么意思？点心是不是整行？点心呢、啊、是不是任意多个字符？是不是查找任意多个字符括起来了，然后再换成什么？
井号再加个斜线一，就是前面找到的那一行的全部，那就是在这前面加上井号，有一吗？多有意思的东西啊！来吧，那个怎么着？五到九行吧。查找点心，点心括起来，换成斜线一，不，井号斜线一，然后前面斜线转一，走你。三到八行几行？五到九，五六七八九啊，没错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对吗？那你看到颜色那个不好，那你看看了有没有？有吧？好，当然，我说当然，哎，你没注意到我向上可以调出历史记录吗？看到吗？可以吧？但前提是可以先按个冒号才能向上啊。看懂了吗？那如果我这么写呢？怎么讲？不是再加一行好吗？再把整行后面再加一个 YANG 回车，看了吗？ YANG 重新观摩一下这段。正则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符号组成的，你要是觉得不好学，那么基本上 IT 的所有东西都跟你没关系，因为都用正则。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理解或者慢慢去熟悉，是吧？你要觉得这个你归为 Linux， 这个我就不答应。 OK， 明白？这不公平，你是对 Linux 的亵渎啊！不可亵渎啊！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，这叫大括号，有了中括号，有了小括号，没有大括号哪成呢？对不对？大括号怎么讲呢？看一下，我们来看看。哎，全班都有，看一下 ROO 出现，这是几次啊？ O 出现几次啊？不是，不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干脆问你算了。难道是个 R O 后面加任意字符吗？不是吧 ？O 是不是零到多次？就是可以没有 O， 是不是可以没有 O？ 明白？然后呢？这个怎么解读 ？O 出现几次啊？两次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这是基本原字符，需要加斜线，或者是使用这种扩展的才可以。是不是出现几次？两次哦。是不是出现两次？多一次也不可以。但如果只出现一次呢？哦，出现一次，行了，是不是红的？你看红的出来了吧？是不是哦出现一次？然后如果说出现多少次呢？两次，这是两次吗？这是两次以上，明白吗？是不是两次以上？有说没有两次以上，这里面，对，我这里面这个文件确实呢，没有那个，好 grep 这个叫 egrep 吧，然后是 o 出现几次，两次，这是两次吧？当然这么写是错的啊，你们都知道啊，这么要加斜线，不是，其实不是转义，人家就必须得，这是基本原字符，好吧？必须要这样写，斜线，几次？哎，说这么多啊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刚才给解释过了。你能告诉我，这根金条和这个金条哪个是高尚的，哪个是龌龊的吗？解释过吧，一样的，没错。
但是最后为什么轮到一个他呢？我刚刚输的时候，我刻意输了一个奇数的，看到吗？我都算好了，啊。然后紧接着呢，如果出现三个 O 呢，四个 O 呢，第一个人就不没有机会了吧？是不是？那如果出现四到几个 O， 八个 O 行没关系，看四到八个 O 都可以出现，四个 O、八个 O 都有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个范围，它指的是刚刚我们说五个以上，五到十次，但是注意它都是作用于前面那个符号。好，这是基本原字符，明白吗？几个符号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不算，五个，这都是方括号五个吧，六个、七个，这算吗？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就那么几个而已，好吗？这是基本原字符，基本的你就必须要使用尖号、斜线、尖号、斜线、括号、斜线、大括、斜线那个大括号，明白？